台南市阿波寮文创观光协会甲万和宫白龙庵合作，将伫七月一号举办彩绘家常名谱的活动，邀请知名名师来教学，并结合地方特色创新品牌摆搭。同时，台南在地一间百年饼店也特别推出限量的家常捧饼，互较侪人认识传统文化。十家将圣诞将要来到台南市万和宫，七月一号将要伫庙埕举办活动，难得邀请到知名新庄地藏庵东爷厅新部长面师徐君衡，以及台南女性朱静彤等团队现场驾座，将家将面谱位伫面具顶面，方面社也带来演出。贵蛋品尝到阿波料的美食，脸谱喜欢的前四将就是甘柳范谢诶柳将军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咱画出来的新品，啊，所以全国的这好朋友，那伫个七月初东港，哦，咱来参加的这好朋友，咱拢看会到，遮，哦，会分一个空白的面具给你，啊，老师会手牵手甲咱教，啊，讲吼，要安怎用咱的笔，用遐的色料。咱来画出咱对家长的喜爱，甲伊的敬意，吼！而且欢迎全国的好朋友，大家做伙来到大清街万和宫，全台白龙庵。台南市万和宫主委王炳炎表示，今年十家将民民居多的活动，邀请到面师教做彩绘家长面谱，并结合到地方特色创新品牌设搭，古来发饼铺特别推出限量的夏大神家长。碰饼，五月十三日就是家长爷的圣诞千秋日，啊，所以咱今年哈有较特殊，咱用一个庆祝的方式个，较无同款。第一，咱请到咱有名的这个 saxophone 的乐团吼来做一个演奏以外，佮有咱大庆街有名的弦社，就是咱的凤鸣社来做一个音乐的演出吼。啊，第二点哈，咱啊结合到这个地方创生的这个观念，咱有招足一个文创商店吼，伫个。七月初一，就是咱的拜六，伫个咱的庙口这个所在哈，咱来举办一个文创市集，吼，啊，咱足特殊的，咱才有一个地方创生吼，因所做出来的这个物件，这百年的老店，台南有名的老店哈，古来发，伊做的这个家常的碰饼，咱下一个去来看卖啊哈，咱即卖所看到哈，伊个家常的面谱哈，啊，印伫个这个。碰饼顶悬，啊，咱看会到，就是讲，你食这个碰饼以外呢，搁当感受到种爷对咱的祝福，这真特殊，吼，啊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。另外，负责设计的古来发第六代赖子金指出，现在是热人的天气，加上中的四季大神第二位的夏大神，其实就是有着大红底色。搭配着以着莲花为主题的白纱条，不仅是当年的季节，造成碰饼更是独一无二。记者陈嘉欣，北区采访报道。